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透过我来电视网的现场直播，一同来欣赏中华职棒例行赛。那画面上所看到，这是在新庄棒球场啊。今天兄弟象队呢也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呢来台湾参与访问的这个 NBA 球星呢，分别是洛杉矶快艇队的灌篮王 Blake Griffin，另外还有现今的 NBA 最好的后卫之一 Chris Paul CP3。 那再加上目前现役的 NBA 得分王 Cameron Anthony 呢，这三位球员呢就即将呢要跟这个兄弟象队的三位球员呢来搭配呢来进行开球。而在开球之前呢，大家也看到这三位球员还来一个搞笑的仪式。好，我们一起呢就先到现场呢来看看这三位这个千万美金年薪NBA 现役球员呢，这也是史上历史上的第一次，他们经典的开球画面。Just pose for picture. Yes, like that. 来，他们需要你们的热情尖叫，好不好 ？OK, this one we do it. Ready? 我们一起倒数 ，three, two, one, do it. 没了。 OK， 谢谢。Let's do the home play， 在本垒板这边。好，这也是中华职棒史上第一次呢，请到了 NBA 现役球星呢，而且这三位球员呢，目前呢都是联盟的明星球员，分别是纽约尼克队的 Cameron Anthony， 另外还有洛杉矶快艇队的 Chris Paul 以及 Blake Griffin。而在开球完毕之后呢，也跟这个。 张政委，另外曾森伟，还有林恩宇呢，要来进行合影留念。再给他们一点掌声，让他们感受一下。